马来西亚的海真的是美醉了呀。今天是在马来西亚的仙本那潜水，带你们看看马来西亚的海底世界。今天总共是三潜，第一潜的地方是叫啥来着？丁巴，叫丁巴丁巴。这会儿去第二潜的地方，第二潜的地方叫啥来着？马达金。这个丁巴丁巴这里好多海龟啊，我在下面最起码看到了十几只，太漂亮了。然后仙本那这边潜水的话，最佳月份是四五六七，这几个月份的水能见度非常高，非常清澈。船上这些都是马来西亚的本地人，有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和华人，在马来西亚生活着五六百万中国的华人华裔啊，但是他们现在是马来西亚的户籍。然后这就是仙本那的本地华裔，所以我们沟通起来也是毫无障碍的。我的田岛也是中国华裔，他们现在呢会说中国话，然后会说福建话还有闽南话，因为这边大多数都是从福建闽南那边过来的，他们现在还有学中文学母语的这个习惯哦。我们这会儿上了一个岛过来吃饭，前面是马达金，这边的水真的太清了，看一下，太漂亮了，已经清澈到什么地步了，看见没有，这些鱼群，哇，好大好多鱼。这是沙丁鱼吗？沙丁鱼，江鱼仔，不是沙丁鱼，这是江鱼仔。江鱼仔带的船餐，什么吃的呀？鸡腿儿，鱼糕。
鸡翅，鸡蛋，茄子，简单吃点饭，补充点体力。烧了好，你不吃闷了？嗯，你不吃闷了？那把烧了烧了。是不是今天真的是太美了？鸡爸爸煮什么？但是潜水特别耗体力。啊？明天晚上你们吃一模吃点饭。猪头像我已经是吃神了。嗯，这会儿开船去第二浅的地方。希望可以成功找到鲨鱼。知道。太美了，这个海。什么声音？那几天菲律宾边界那里有打仗，有打仗。菲律宾跟谁？所以你刚才听的是他
们开枪的声音。开枪的声音。现在要往回走了。哦。仙本那这边离这边潜水的地方离菲律宾特别特别近，那里就是这一块就是边境。对，那里。那菲律宾在跟哪儿打呀？他们跟他们自己人打呀。自内战。啊，对。完了之后，刚刚那个声音就是枪响。对，是的。然后他们就在喊：“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让他们快点上来。”有听到？枪响三。然后他们现在在给别的船上说，让他们赶紧走，让所有潜水员赶紧上来。打仗有打仗，刚才开了三声枪，让他们赶紧走。马立哥，马立哥，哎，马立哥，马立哥。你说这个马利克是快点走的意思吗？对。啊，这个水真的是太清了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烟了。我去，枪声。就那里，看到枪没有？不是看到烟没有？那在冒烟，然后蹦蹦蹦。潜完水回到了住的民宿，刚刚洗完澡，出门在外一定要做好防晒。今天我在船上全程都是把脸捂着的，但是额头没捂，现在额头有点晒伤了，感觉这里都有个分界线了，看得出来吗？上边一个颜色，下边一个颜色，上边黑下边白。完了之后这个地方开始晒得有点痒，然后我的手也晒得很厉害，整个胳膊黢黑黢黑的，看得出来吗？今天穿的潜服是短的，直接给我晒出了个黑白分界线，我的天哪！今天在海里边看到了很多海龟和小鱼，但是这仅仅只是个热身，明天才是重头戏。明天呢，我要去十八滩潜水。十八滩的鱼群风暴非常的壮观，期待明天可以有一个好运气，可以看到非常壮观的那种鱼群风暴吧。好了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